大踏足。要一起点吗？好，那我们用接棒的方式，我们一个人点一根。一位传道有在这边吗？好，我们请一位传道来接。好，我们点赞第五根圣诞蜡烛，代表主耶稣的光、主耶稣的爱来到我们当中，可以传下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您带领我们在这个时刻，我们来到民主路教会，我们看见因为主的爱，因为主的降生，让我们再次连结在一起。我们看见我们有五间教会的弟兄姐妹牧者一起同心合意，就是要来兴旺主你的福音。愿上帝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主耶稣求你来赐福帮助我们。是的，主，我们在你面前再次感受到你为我们降生，你为我们死，我们天天为你活着，直到你再来的日子。哈利路亚，以马内利的主，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生命，你是我们的盼望，也是我们的力量。耶稣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每天我们要住在你的里面，主你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阿叫我们得胜又有余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耶稣赞美你，阿门。敬拜你，荣耀你，谢谢你为我们诞生，谢谢你拯救我们这个罪人，在你的面前宣告，我们是蒙恩的罪人。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荣耀耶稣。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。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。哦，耶稣，你为我们降生，你为我们死，你也为我们复活。啊，你也为我们再来。如今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生命，得着光，也得着爱。哦，你的真理在我们的中间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你十字架的和睦也在我们的中间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在你的里面是合一的，荣耀来归给你。也是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的降生带来我们的意义跟盼望。主啊，所以你的光要照在这个地方。主啊，让我们整个心灵的百姓们都能够复活起来。阿门。在从我们当中要走出黑暗，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主啊，求你要充满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做出新的生命，因为你的诞生，让我们的生命是永远永远都是有新的、有亮的。主啊，因为你的光要照在我们当中。要充满的温暖，充满的爱，充满的和平。主啊，让我们的教会跟教会当中都能够合一起来，表示主的光要照亮整个的心灵这个地方。主啊，让新的百姓们都能够在主的爱里面充满了主的丰富、主的恩典。主啊，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让我们活过来了，让我们是成为一个新的生命的。主啊，因为你的诞生带给我们充满了意义，充满的力量，充满的喜乐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这样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门。主啊，我们不是数个教会，我们乃是在基督里面一个教会，一个身体。主啊，当我们合一的时候，这个城市就要翻转过来。当我们同心切实相爱的时候，别人就看出主耶稣活在我们的当中。谢谢你从头到末了保守众弟兄姐妹。主要在我们用整个采接传福音来敬拜你的时候，也要宣告带来医治的能力。
们宣告离开我们。一切贫穷的灵，一切破碎的灵，耶稣的灵就离开我们。在耶稣里面，我们领受真平安、真自由、真的健康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圣灵，我们谢谢你，你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众人就得着能力，从心灵直到地级这里的见证人。主啊，愿明年这个时候，我们各教会都有加倍的成长。愿我们成为你真实有能力的门徒。我们谢谢赞美你，感谢你的保守带领同在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欢迎主，要为主耶稣弟兄姐妹领受。接下来我们要上课之前，我们要来介绍每一间教会。然后我们特别感谢刘牧师民族路教会为我们配备今天晚上的点心。本来跟刘牧师说只要预备个甜汤就好了，他们加倍再加倍，加了三倍啊！我们拍手来谢谢民族路教会的弟兄姐妹。我们请牧师站来前面来介绍你们的同工。灯可以开。好，我们非常谢谢有的在前方，有的在后方预备。我们平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请站起来，会招招手，为大家招招手，欢迎你们，在下面大家祝福，祝福你们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新一平安卡。好，感谢所有弟兄姐妹们。很高兴跟你们见面。在圣诞节大家都享受这么丰富的爱，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弟兄姐妹们的合一，可以看到整个心灵室好像是亮起来一样。这个圣诞节是带来了整个心灵室不一样，充满了爱，充满了和平。也看到了这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非常的喜乐。我看在马路的时候，看到弟兄姐妹在那跳来跳去的，哇，太棒了！我整个心灵上都跳起来，知道哇，感谢主啊！最后让耶稣的得胜在我们整个城市，我拍手来赞美的神，好不好？哈利路亚！弟兄，林家长的弟兄姐妹可以站起来吗？感谢主啊！当那个弟兄姐妹合一的时候，当我们合一的时候，就表明主耶稣来过世间。阿门吗？这是主耶稣说的，我们把荣耀来归给上帝。当我们合一的时候，那个仇敌的权势就要完全的离开这个地区。阿门，阿门。我们把荣耀归给神。阿门。
有一些人怎么样不是很方便，哎，他就说那没关系啊，有几个人就几个人来。后来我们就找了刘牧师，哎，刘牧师也很开心，他就一起来。后来还有啊，国都啊，啊丁传道和、哦、全教会，还有林良堂一起来参与。我们新营有几间教会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发传单有没有在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没有看，对不对？有十间还是十一间？十一间，包括天主堂。哦、今天、不是他们不来，是他们真的有活动。新营天主堂他们有子夜弥撒、哦，他们天主教会 每一个二十四号晚上都有弥撒。啊，那一个行道会，他也有晚会。啊，新生教会，哎，浸信会他好像说时间不太方便。啊，那行道会晚上有晚会，还有新生教。